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idea 的 Miss Jenny。So，今天呢会教大家如何应用破折号。想必大家都明白，呃，破折号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标点符号的其中一个。然后呢，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用破折号，所以老师今天会来跟大家分享破折号到底可以怎么应用，要怎么去用在句子里面。首、so, 首先给大家知道什么叫破折号，将以大家的了解。 应该都有看过破折号，对吧？所、so, 以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破折号。通常写的话是一条横线，但是这个横线会比较长，它会用到两个格子这样子。所以当有格子的时候，它会画到两个格子，这个就是破折号一个横线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它的作用是用在哪里啊？第一个，它对于前文的解释，就是对那个句子前面做解释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横线，或者讲说明的时候。 第二个呢是表示声音延长或中断，那个声音，OK，声音出现过后画了一个破折号。第三个表示意思的转折或者话题的转换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可能前面讲这个句子，后面话题转换了，或者是他要讲到更递进，他要把那个句子讲到更加多生成不同的东西出来，他这边中间会翻个破折号。 等一下，老师会给你们看一下 example，给大家知道一下要怎么样去运用破折号啊。将首先大家要很清楚，重复一次。第一个，我们有表示声音的延续，就是声音一直 ring ring 这样子。第二个是表示解释说明，就是我们要特别做解释的，可能 example 爱国诗人，画一个破折号，屈原，所以给大家知道喽。爱国诗人就是我们的屈原。 第三个表示意思转折，它会转换。OK，讲一个句，讲一个字啊过后，讲一排句子啊过后，讲一个句话，然后后面呢可能转换成另外一个别的东西。So，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例子。好，第一个表示声音延续，也就是刚刚我讲的咯。卖扇子啦。So，看到吗？他把声音延续长长，他用破折号。或者第二个，呜，火车开动了，看到吗？ 所以、so, 这个就是第一个破折号会用的声音延续，OK。第二个我们会表示啊、呃、解释或者讲对前面的句子做解释说明，我们就会用这个破折号。e s a m b l e 第一个，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，破折号大年夜，看到吗？给大家知道一个很清楚的事情，就是最后一个夜晚什么夜晚呢、哦？大年夜，他在做解释。 所以、so, 第二题，他讲到这香喷喷的粽子破折号寄托着奶奶对一家人的关怀之情，所以这里有讲到这个粽子是奶奶对一家人的爱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有做解释这个粽子，送他放破折号，所以大家破折号不只可以用在声音，它还可以用在第二个，就是解释说明。来第三个，我们是表示意思的递进或转折。 就是今天我要把这个句子前面讲了一句话，后面可能讲到更加多故事出来，或者是讲可能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者是突然转换了另外一个东西，说我们都可以用破折号。说好像第一个好诱人的排骨，破折号，你听到我的肚子在咕噜叫吗？说有没有看到他前面就讲排骨，好像老吃这样子，很诱人。第二个他就开始讲他肚子饿。 所以那个句子它其实有一点转变，然后有一点转折，他告诉到你有排骨很好吃，后面就讲到他肚子饿，所以他换了那个句子，或者是他越讲越多东西出来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用破折号。第二个，他讲到到山上打柴的记忆，至今都是幸福而快乐的。破折号，尽管那是童年时期十分辛苦的一种劳作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前面就有讲到他很快乐、幸福？ 诶，突然转过来，他讲到虽然可能尽管小时候他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劳作，OK，so、okay? 前面讲到幸福，后面转过来他讲到他很辛苦，所、so, 以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破折号会用的地方，OK，so、okay? 大家今天老师的课就到了这里，谢谢大家，so 我们下一次再讲其他的东西，OK，如果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拜拜。